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学，今天又出来赶海了。然后刚才又转了一大圈，看，就捡了一只九盘雀，这石头雀，它就选择往大学肚子里面跑，可以呀、啊。我转了一大圈，差不多两个小时了，就抓这一只九盘雀，今天估计要连连的劫走了。找货蟹不管了，哎，哇！哎，这边是，哎，看到没？嘿，三个，嘿嘿，可以，哇、哦、吼，上货，谁给他装点？第二个收获，可以。哎，哇，哇、哦，看这边，哇，我还要走呢，嘿，这是大章鱼带小章鱼出来遛弯嘛，嘿嘿，哎，幸好没被跑到里面去，啊，可以，哇、哦，这是够大，哎，哇、哦。哎，看大章鱼带九章鱼出来遛弯，被大熊给抓。可以，哇，这是给你吧，我石头都被他弄起来，下去，哇，漂亮吧？嘿，哎，这只已经一连击应该是有了，给他做了，可以，哇，第三个收获，哎，哇，这几下，嘿，看来再往这边走是走对地方了，啊，我从那边走过来，走了好久。看，这么多收获了，可以，哦，走过来都累死掉了，走了差不多半个多小时，走到这边来找货。哎，这边，又一个，可以，来，出来，大全跟大全回家，大全家里有酱油啊，还有醋啊，挺不错的，都弄好了，嘿嘿，可以，这个也拿回去吃啊、哦，这种的，家人们放心，大全肯定值得吃，哎。哇、哦，家人们看，哇，这是什么？哇，这是石头虎吗？哇、哦，红色的黄金石头虎啊！可以，哇，这只可以漂亮。哎，这只应该赚中虎吧？哇，可能都接近大虎了。可以，哇，给他走了。嘿，这一只就发财了。可以，掌握，走了。哇，这垃圾给他带走。啊，来，出来。捡货的话，垃圾一定要带走哦。我们要保护海洋，海洋才会回馈给我们。哇，这边不好走，然后海族也过来了，那我们就不找了吧，直接上面去找个地方看收获，就回去了。哦，今天收获可以呀、啊，发财了。这一是石头黄金鱼啊，就可以也赚石头怪吧，我们这边叫它石头怪，就可以卖个。一两百块钱当零花钱，要不然那个零花钱都被我欺负给控制住了，我们得多攒点私房钱。可以，我今天抓了有差不多一斤多这个一口章吧，然后还有一只大章鱼，然后还有一只石头蟹，一只这个石头怪，也算是那个黄金虎吧。今天收获不错，这些总体要去拿去卖的话，全部卖的话也可以卖个差不多300多，接近400应该是有了吧，这一次就可以卖个差不多一两百块应该是有了，然后还有这个差不多卖个300多，接近400，今天收获也挺不错的，然后今天这些章鱼哥就拿回去加餐了，这种是大全的最爱，我们就拿回去加餐了，然后这只黄金虎就拿去卖了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边了，然后希望大全的帮忙点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